愿我因我的正义得见你的慈眼，愿我醒来时得以仰站你为幸福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师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常以真理之光照耀彷徨企图的人，引导他们返回正道。求你使我们信仰基督的人都能寻求真理，并且一切有如信仰的事物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门。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那时候希德克亚生病快要死了，阿摩兹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来看他，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快料理你的家务，因为你快要死活不久了。希泽克亚就转面朝墙恳求上主说，上主，求你记忆，我曾怀着忠诚正直的心在你面前行走，做了你视为正义的事。然后就放声大哭。上主的话传给以赛亚说，你去对希泽克亚说，你祖先达维的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听到了你的祈祷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要治好你，三天内你将登上上主的圣殿，我要使你多活15年，也要从亚述王手中拯救你和这座城，我必要保护这座城。以赛亚吩咐说，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他的窗口上，他就会痊愈。希德克亚问，有什么预兆证明我将登上上主的殿呢？以赛亚答道，上主必实践他所说的话，这将是跟你的预兆。在阿哈斯的日晷上，我要使日影倒退10度。果然日晷上的日影倒退了10度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主啊，是你抢救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脱离丧亡的深渊。主啊，是你抢救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脱离丧亡的深渊。我曾说过，我正值中年就要去世，我的余年将奔向阴府之门。主啊，是你抢救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脱离丧亡的深渊。我说过，我在人间再也见不到天主，在世上也看不到任何居民。主啊，是你抢救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脱离丧亡的深渊。我的居所被拆去，好像木头的帐幕被拔除，你好像职工卷起我的生命，由纺织机上把它割断。主啊，是你抢救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脱离丧亡的深渊。上主，我的心唯有仰望你，你曾使我的精神振作，治愈我，使我生活，把我的愁苦化为安乐。主啊，是你抢救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脱离丧亡的深渊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今天你们不该再硬心，而要听从上主的声音。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随手掐麦穗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便对耶稣说，你看
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没有念过大卫和他的部下饿了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他进了天主的殿，吃了供饼，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，也不准他的部下吃，只许司祭吃的。此外，你们在法律书上没有念过这项规矩吗？安息日，司祭在圣殿内违犯了安息日，也不算为罪过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。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慈悲胜过祭献这句经文的意义，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在福音中提到了安息日，我们知道天主第一天创造了光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。天主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来创造这个宇宙，这个顺序的步骤，创世纪上记载。第七天天主休息了，所以第七天呢定为圣日，所以犹太人称之为安息日。那么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遵守的都是安息日，要休息，因为那一天天主休息了，所以犹太人严格的遵守安息日的规定。安息日他们走路啊，最多不可以超过1.2公里，然后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不许缝衣服，不许很多东西不许做的。我们知道安息日呢不是现在的星期天啊，现在星期天是主日，是一周的第一天，所以安息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六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是一周的第一天耶稣复活的，也就是天主说有光的那一天。因此我们教会啊，把这个不再过安息日，而要过主日，就是主复活的日子。所以就是天主创造有光的那一天，一周的第一天，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称之为主日天。所以我们英文经常说一句话叫做 Have a good weekend， 就是祝你有一个好的愉快的周末。他们呢把周六周日都当作是一种周末，我们中国人也习惯把这个周日啊当作是一周的最后一天，休息一天。其实在我们教会的礼仪内，我们知道周日就是我们说的主日天，是一周的第一天。福音上记载说，一周的第一天清晨，玛利亚·马德勒纳去坟墓那里，哎，耶稣复活了。所以我们把这一天称之为主日。我们现在是休息，是主日天休息。犹太人呢，他们是在安息日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呢，经过一个麦田。这个时候，宗徒们肚子饿了，所以呢，也就掐麦穗吃。这个时候，法利赛人看到了，他就说啊，为什么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可做的事？因为法利赛人认为说，你这个掐麦穗啊，我们知道这个麦子啊，我们种小麦的北方人知道，这个麦子还没有收的时候，大概在5月底呀、6月初，什么时候收小麦呢？我现在记不太清啊，大概就是这个5、6月份的时候收小麦的时候，在这个收割之前呢，这个小麦已经长好，它的里边的是绿色的，这个麦粒是绿的，后来慢慢的变成黄的，黄色了以后呢就可以收割了。在还是绿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是可以生着吃的。所以他的宗徒们就掐麦穗，掐了之后的手啊就搓一下，这麦穗就出来了，糠粒啊就到了掉下去了，他就吃这个麦穗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法利赛人认为说，你掐这个麦穗啊，你就等于收割小麦，你手搓这个麦穗呢，你就相当于打肠。所以的话说，你的门徒违反了安息日了。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只注重法律的外表啊。到耶稣时代，把门徒的法律已经分解到了365条，积极的，就是说，什么是积极的？就是说，你不可以干这个，不可以干这个，不可以干这个。哎，消极的呢，分到了248条。所以他们把这个法律啊分得的很细很细。
只注重法律的外表而不注重法律的精神了。耶稣却说，我喜欢慈悲胜过祭献。斯高版也翻译说，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。仁爱和慈悲实际在教会内是一个意思。胜过祭献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啊，他们都要给天主献祭，大司祭给天主奉献全燔祭。什么叫全燔祭呢？勒维记上记载说，奉献者要剥去祭牲的皮，比方说要奉献一个牛啊，奉献一个鸽子啊等等这样的。比方说牛来说啊，要把牛皮扒掉，将这个奉献者这个牺牲呢切成块，把牛啊切成一块一块的小块。然后亚伦的儿子司祭们先将火放在地台上，火上摆上木柴，火上面放木柴，不是火燃烧的，底下是火，火上面再放木柴。然后司祭们呢将春块的肉头和脂肪摆在祭台火上面的木柴上面。奉献者应用水将内脏和小腿洗净，司祭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作为全燔祭，作为终日上主的馨香火祭。底下是火，上面是木块、木头啊、木柴，在上面放了一个牛的肉或者祭品的肉，然后呢这样烧掉，烧了之后呢，称之为全燔祭，奉献给天主的。你说天主怎么吃羊肉呢？为什么天主喜欢这样子呢？这是让以色列子民，我们看这个牛烧毁了之后留下什么东西呢？两样，一样是灰，烧完了就成灰了。第二样是香味，馨香一样，上升到天主了。所以天主喜欢以色列子民给他奉献全燔祭，这是天主在旧约当中对他们的要求，说你们要奉献全燔祭，还有赎罪祭。比如有人犯罪了，然后呢拿一只羊来放在他头上，说好，我这羊这罪啊给了你了，给了羊，然后把羊给烧献给天主，这叫做赎罪祭。以色列子民很喜欢献祭啊，当然这也是天主的要求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我喜欢慈悲，我喜欢仁爱超过这个献祭。那么仁爱啊，原本当中这个仁爱，圣经上两次提到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。那么一次就是在马窦福音章当中第九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同时在马窦十二章第七节也说，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，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。所以天主的慈悲超出了以色列子民的全燔祭，更喜欢人的仁爱，人的慈悲。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死守规矩啊，死守法律啊，说这也不能做，这也不能做，这也不能做。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病人，他说你违反了安息日。耶稣说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，安息日是为人立的，不是人为安息日立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定了的规矩，是因为天主休息了，是让人能够效法天主一样休息，朝拜天主。但真正的意义，安息日的意义是耶稣基督是人子啊，他是天主啊，他是掌管了安息日的，所以他也是安息日的主啊。因此法利赛人只注重法律的外在，而忘记了内在的仁爱精神，而忘记了内在的慈悲，没有了爱德，这是耶稣所痛斥的。后来之后耶稣连着讲了七个祸灾，祸灾，祸灾的意思就是你有祸了的意思，就是法利赛人你有祸了，法利赛人你有祸了，法利赛人你有祸了，连着讲七个祸灾，祸灾你们竟是法利赛人，祸灾祸灾，就说你们都是有祸的，因为你只注重法律的外在，而不只注重法律的内在。
耶稣也讲了很多的比喻，说你们洗这杯盘呢，只洗外壳外表，而不洗里边。今天你洗杯子的时候，洗里边还洗外边？我们里外都洗，但是最主要的是里边还是外边？最主要是里边嘛，里边干净了，我们喝水就能喝干净的水嘛。如果外面的杯子再干净，里面是污浊的，那你这水敢喝吗？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先洗你们的里边，然后再洗外边。但是法利赛人呢，只注重外表，而不注重内在。所以耶稣来说，我给你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主爱人。我给你们的新诫命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他喜欢忍耐。没有爱国，遵守法律没有任何意义。没有爱国，天主教的法典没有任何意义。没有爱德，我们的所有的规定规矩守斋刻苦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，因为你忘记了我们守斋刻苦克己遵守主日天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真正意义就是为了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有更大的爱德。所以教会的法典最后加了一句说，一切的法律都是为了更大的爱，爱是最大的法律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把爱放在第一位，我们要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忍耐之心，我们要有慈悲之心，也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慈悲爱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每年也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，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求你垂视教会在祈祷中所呈现的礼品，使它成为圣化我们的神粮，加强我们的爱德，使我们能忠诚的侍奉你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先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，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父，我们借着你钟爱之子耶稣基督，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是你的圣言，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，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。他因圣神降临，又同着你诞生，他奉行你的旨意，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。受难时伸开双手，以战胜死亡，宣示复活。因此，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，歌颂你的光荣，同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，
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里奥金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的终日去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燃起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人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圣若瑟、主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互相永生，并使我们记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赞美你，献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遵守他的教导，才敢说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则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给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，请大家互助平安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是罪者，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已蒙受你的赏赐，但愿每次恭领圣体都能使救赎的恩效在我们身上滋长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